公平会已经通过了金电换股合并灿元，双方9月1号会正式召开了临时股东会，来正式通过换股的合并案。那么针对了美商 Cree 入股龙达，现在市场忧心到底会不会对金电造成影响，金电是暂时没有回应，也预料股东临时会上头势必会成为外界注目的焦点。